出了一点状况。Hello， 大家晚安。Hello， 天天天天 Hello。Hello， 生气糖，生气糖 Hello。Hello， 阿鹏，阿鹏 Hello。好生气糖。Hello， 安萨卡拉卡。Hello， 小叶。Hello， 虾虾。Hello， 笑笑。大家晚安。Hello， 好久不见。我们今天光线看起来比较诡异。这里睡到了七秒，没有，自己睡比较久。
青青 ，Hello， 塔瓦哥 ，Hello， 木木悠，风声有点大到听不到讲话了，风声有点大到听不到讲话，可是你，哎，还有，因为我没有镜子，我没有感觉，就是风声大，但是我要提高我的音量吗？原来很清喉咙，这是 BGM 盖掉了。勇哥，新加坡 ，Hello， 蓝白拓颜色不是蓝白拓蓝，那个蓝白拓蓝很蓝，就是深深对我来说呢，就是个深蓝，我那个是淡蓝，比我这个还淡哎、欸，就是浅蓝。
类似这种平台。Hello， 林哲伟，林哲伟 ，Hello，Hello， Cody，Hello，Hello， 浪漫骑士，我穿你的橘色，橘色，我穿你的橘色应援羽织，跟你的蓝白色合吗？说不定很合啊，我觉得应该可以吧。我们也可以走比较，我们不一定要走合的风格，我们也可以走比较跳脱一点的、啊，对不对？我们都是。该走跳脱，但也可以穿，也可以穿跟我很合的蓝白颜色，然后也可以走跳脱，或者可以穿什么，就是带一些就是熊妹有关的东西都 OK。我们走个人特色风，做了求婚嘛？对呀、啊，你看做了求婚也是一种浪漫。你要穿蓝白拖？我没有要穿蓝白拖，好不好？没有 ，no。淡蓝、粉蓝、淡蓝，那个没有粉哎、欸。风扇好大声！对呀、啊，风扇你可以小声一点吗？我们要叫它小声一点。
对不对？一只手就好了，就是这样吗？滴滴，我的大拇哥会翘出来耶，还是我就这样？我觉得翘出来好像这样比较好看。我来看，对呀、啊，这样看，它是这样。我不管，我这样好了，这样滴滴，掌天线。我觉得我用这只手好了。因为我这只手就会卡到，我觉得这只手好了，这只手好了，我用左手，这样呢？天线，天线，天线宝宝说你好，这样好像不错哈、哦，天线，天线。然后我们一看看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闪电的符号，大家有感受到吗？合照会我当天去聊天室，我们要自己拍照就顺便。OK， 你是本钱宝宝是这样。还有什么？我们可以一起裤子，裤子，闪电天线把各位拍，我们一起有三个动作。那我们来裤子，我要选一些，我只有一张，只能选一个动作。对啊，你可以这几天思考一下，你要选什么动作。你有关心你好姐妹吗？有，我有关心我好姐妹。我的好姐妹，有。好的，好姐妹目前还好，还可以，还可以，大家不用担心，来救。闪电应该这样，闪电是一个好姐妹还健康吧？有，我们的好姐妹非常的健康，大家不用紧张，不要担心，不用担心。
摔倒什么的，你知道吗？因为刚好就是不是在什么马路上，所以就可以安心的骑这样子。我觉得那用骑的超感，因为走就要走很久，因为我们组大概走一点点一半，还没有走去那个有荡秋千的游乐园的那个有那个游乐设施的地方这样子。四年也没有去过，也没有去过卫武营。我觉得卫武营就是比较适合走路吧，就是你觉得哦，我今天心情好美丽，好适合走路去散散步。我告诉你，就是我那天就跟我同学一起去，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心情会蛮好的吧，就是你就是因为我刚好就是跟他就有聊天，我们就是边走边聊天，然后边看风景。然后我假如那天如果天气再凉一点的话，我就觉得非常完美。因为其实那天就是快要下雨，然后就很闷，你知道吗？然后又要戴口罩，所以我觉得那天如果风再大一点的话，然后在那边走路，就是我觉得啊，骑脚踏车吧，我真的觉得骑脚踏车会带出那个风，就会那个风，就是差那个风，换起来超闷超热的。所以我下次我觉得那边用骑脚踏车比较好，你会感受到那个。哦，心情舒畅的那种舒服感。那没去看，那没有去看过表演吗？没有，没有去卫武营看过表演。应该是我在高雄不会看表演，真的。好，我要继续分享。我而且我不是还有分享那个吗？泡芙，因为我那一天，就是我对了。对，我当天就在查说，高雄到底有什么伴手礼，你知道吗？因为我不知道高雄有什么伴手礼，这样就突然灵光一闪，然后就去查，然后就查到，真的有打工饼铺这个店，然后因为小晴姐就是来高雄，就是他们那个演讲嘛，就是那个去那个树德家传。然后他那时候就有带那个打狗饼，他就跟我说是高雄的名产。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高雄有名产，就是有打狗饼这个东西。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就是从小晴那天我看那个之后，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去查，真的有打狗饼，而且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星火糖吗？还是什么？看一下，
星堂啊，火星堂，火星堂这家店。啊，好像火星堂这家店。然后我就刚好看到高雄伴手礼拆心桃。然后那时候我就念出来，然后我弟就跟我说，这家店好像蛮有名的，而且蛮好吃的。然后就去网路查，他就说这家店就是三，因为他下午三点才开门，然后大概什么，就是他六点就关了，晚上六点，就大概三个小时，好像就会，哎，卖完，为什么没音乐？就会卖完什么的。所以我那天就跟我同学说，我们要不要就是三点，哎三，因为我们就说要不要一起去这样。然后就是因为原本有先预定说要去卫武，然后就说就是先去买，然后再去卫武这样子。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大概是三点半那边嘛，哦，就有人在排队嘞，就有人在排队。然后一开始以为就是要排很久，但其实蛮快的。然后我就买了金糖口味跟这个饼干，这个泡芙饼干，然后它是无馅料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的泡芙就是外面那个皮吃起来就是甜甜的，然后就是酥酥脆脆，然后因为它那个饼干，它就是他卖的这个单包这个饼干，就是跟那个我们吃的那个外皮是一样的。然后但重点是，你知道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以为金糖口味是会包个什么香草什么的，就是它。它是包豆浆，但因为熊妹不喝豆浆嘛，那我那时候就很怕它那个豆浆味会太浓，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吃完之后我觉得还好，就是它的豆味没有算很浓，但是就是因为豆浆也算是一种咸的吧，然后就是吃到最后你就是我觉得这两个综合起来好像就是蛮和谐的，就是你不会越吃越腻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它其实还蛮大的，就是你会吃得饱，很适合当点心。那真的是它的包装很可爱耶，就这个，因为它是应该是，它这个 logo 这个包装，哦，好可爱。我那时候拿了，因为他一开始就先排队，然后就会有人拿那个袋子，然后他就问你说你今天要吃什么，要什么，然后你就告诉他，然后他就帮你写起来。然后那个袋子就会先给你，然后那时候看到那个袋子的时候，觉得好可爱哟、哦。你合照会先回来就好，就合照会上来吧。对呀、啊，哎对、啊。Hello， 玉珍是我们闪光星星。合照会完再回去高雄，没有合照会完还是要继续上课。大家 ，My name is student， 我是哎不是 My name 啊，我还是 student， 我是学生。我们不能合照会再回高雄，等下次回高雄应该是暑假吧？对，暑假很快很快。谢谢星儿送我幸运雀巢，那个泡芙要去高雄才吃得到吗？好像是哎、欸。应该没有开其他地区吧？我看一下拆心跑，因为我记得它是开在拆心泡芙，它只有一家店而已，它开在文化中心那附近，大家可以去文化中心走路，就买完泡芙可以去文化中心走路。谢谢 T 恤歌手说的 Kiss 啾啾，你电风扇是不是往手机吹？都是风切声。好吧，那我们把音响好了。好痛，撞到。无限料吃到饱，不是无限料，就是那个饼干是没有馅料的。
就这个无限料，就是那个无，没有的，没有限料，没有限料，没有限料。谢谢变变新鲜毛什么爆竹泡芙配豆浆，就是它那个泡芙里面的内馅是豆浆，是豆浆口味的，它就是原味金糖原味，金糖原味里面包的就是豆浆这样子。那总共有几种口味？它一天就是卖三种口味，然后有两种口味是随机的吧，因为它像它像今天呢，就是因为原味好像都有，每天都有金糖原味，然后加恶魔可可加伯爵鲜奶，今天的三种口味，原味可可加伯爵鲜奶。欸，我很想吃伯爵鲜奶，伯爵鲜奶感觉很好吃，豆浆感觉很健康。对啊，我第一次看到泡芙有这种口味的豆浆，很酷。这边美食心得，尝尝看这边。哎、欸，我真的觉得这家超好吃的，好想吃伯爵鲜奶哦。谢谢 T 恤哥想说了，看好你哦 ，Hello Student。对，明天早餐要吃什么？明天早餐，明天早餐，因为最近早餐都是熊爸在买，我不知道明天早餐会吃什么。这是要交由熊爸来决定。好安静，差很多，现在就很多，因为我把电风扇关掉，我把电风扇关掉，所以非常安静，非常寂静，你知道。Hello， 水锤水锤 ，Hello。Hello， 福福猫，福福猫 ，Hello。所以豆浆每天有，对，没错，它每天都有。你就是点金糖口味，里面包的就是豆浆这样子。我觉得，哎、欸，怎么办？我觉得是什么可可鲜奶，伯爵鲜奶。哎、欸，他昨天还有出抹茶牛奶，但因为我不吃抹茶。请好姐妹，请继续关心我，替广大古来翁谢谢好威，谢谢你，我们会持续关心的。怎么学我们鸭线？对呀，我们要效仿鸭线仔，各位。但是你们生写真不可以鸭线哦，到6月20日6点哦。我上课挂机两堂课，直接睡到10点，超爽。我有点名，没有点名，就是哎、欸，你怎么会点名啊？你不是哦，因为连两堂课，对不对？连续，然后因为老师也不会关 meet 这样子。对啊，所以他用豆浆，我才会这样猜哦。但因为我觉得豆浆是一个很酷的口味，而且我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看菜单什么，我以为金糖原味就是包什么，因为它原味都是香草口味什么的，我没有想到是豆浆。但其实豆浆也很好吃，推推推推啊！哒哒哒，超拆拆拆！泡芙废料很多，对啊，泡芙怎么做啊？跟泡芙不是也要什么牛奶什么的吗？泡芙材料，泡芙就要水、牛奶、奶油、低筋面粉，好好吃哦！如果还有在台北快闪的话，一定要告诉我，真的哦，我一定会去买的。压线没关系啊，不要压到来不及就好。对，没有错，不要压到呵呵来不及，我们要当个准时的。啊，你还会醒来，还不错。谢谢水锤送的爱的小熊，这部动漫完全没有，我在 MOMO 亲子台，我这个电视儿童竟然没有看过，因为这个是我同学跟我说的。少女漫，对。
有点像是，很好看呢、欸。因为它这个这部动漫就是讲他去做，就是你要一直重复琐碎，就是这样慢慢练习，你才可以做出那个成品出来。噔噔噔噔！哎，谢洛璃唱的，哎，这好可爱，是猴子，哎，比个心。噔噔噔 ，Hello Julian，Hello， 谢谢 T 恤哥想上来看好你哦。今天组长的生日题我也是压线，没关系，压线最后下单也是一个好宝宝，好表现。没馅的感觉很好吃，哎、欸，我告诉你很好吃，就是它是一个饼干，就是很刷脆，就是你会一吃再吃，然后它有点甜甜的味道。我真的觉得我不去买很可惜哎、欸，哎、欸，但是它名不行，因为它名它下午三点才开，突然想买，而且它那个饼干可以放常温一周，你知道吗？我应该那天去多买几包的，但因为一包50，糖做的煮起来很多东西。对呀、啊，那个壳外面那个就是精华，你知道吗？那咔哧咔哧的感觉。你可以找真的吗？我超爱泡芙的、欸，我是泡芙热。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台北统一时代百货跟那个什么，跟那个台北，欸、那个什么信义成品不是有个联通岛，然后那边不是有卖一间那什么不是布拉特，叫什么啪啪泡芙专卖店，这个，这家，因为那时候我同学就是他哦，别人生日的时候，他有送给他这家店的泡芙。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他就分享给大家吃，然后那时候吃的时候才爱上、欸、你知道吗？哦，超好吃，是那个三个小精灵，然后可以变身的那个吗？对，就是精灵，就是会飞的小精灵，那是四个精灵吧？精灵，大家应该有看过吧？梦色蛋糕是，它是一个动，它有漫画书、欸。这个比较滑，这个梦色蛋糕师，我以为你们现在都在追安妮啊，哦有啊，我有追安妮啊，但是你知道安妮有趣，然后我现在就终结我的安妮、啊，所以我现在只能追这个，很好看嘞、欸，哎，要说我之前就是在疫情前，我已经看到12集了，然后从昨天开始，我突然看到。就是突然想起啊，好像不行。但是我今天有节制看比较。而且，哎、欸，对，而且那个阿妮啊，就是那个玉华，我们就请大家熊妹。如果他有快闪电的话 ，Hello 回回 ，Hello， 他也是泡芙热爱者，还有帮泡芙排名，真的、哦，那他要笑，他是啊，要笑容，这样子，我真的学不起来，他的眼睛好小、哦。看一下，鄙视的笑，是傻笑啊，不是傻笑，鄙视笑。但我这样鄙视笑的，鄙视要怎么笑？鄙视，叫鄙视就是，鄙视是很那种惬意的笑的。安妮啊，你好难模仿。鄙视，我要怎么鄙视这样？
敢鄙视我们，不会笑啊，你不会鄙视很难笑的。我的声音，啊！眯眯眼在微笑，还有露齿。啊！学起来真不像。我有次买啪啪泡芙去成林办公室超酷，哦，生气糖美吧哟，啪啪请全办公室，嗯，我也想吃，叫朋友寄去高雄，嗯，我也想要，小妹好像变大只，爱你，爱你呀，爱你呀，卡哇伊。安娘，安娘，安娘，高雄我去新觉江，哦，因为高雄大家都去新觉江了，对不对？我忘了他说哪一家，你下次考问他。好，我下次去问一下卢卡。我喜欢吃泡芙，谢谢胡胡猫送的行李箱。哦，谢谢了麦克风，谢谢洛梨，谢谢变成星星，有没有送人闪光星星？刚刚听到一家的声音，就想到 FGNC。哎，我最近有去看 FGNC， 我觉得很厉害耶，他把它做成 VTuber 的感觉。FGNC， 而且 FGNC 的讲话方式超米奇的。FGNC， 谢谢福福妈送的音效卡。因为你就同时在新觉江下班，哦，我知道。谢谢 T 恤刚刚想说的看好你哦，谢谢洛里送的永恒之花。FGNC 比较会学安妮啊，真的 FGNC 会学安妮啊，你要去找他吗？哎，我还真的还没有去过，真的。FGNC 还会烧钱，真的好厉害，不愧是 FGNC。 熊妹先去忙，合照会见。 OK， 爸爸生气糖，生气糖加油 fighting， 拜拜。你爱 FGNC 比蜜汁多，我觉得 FGNC 感觉很搞笑。你没看完没有？我没有看完 FGNC 的表演，对不起 FGNC， 我回去看，回去看。你也要做 VP 了吗？熊妹，熊妹，熊妹还没办法有那个技术做 VP， 但熊妹会看 VTuber。你从变成。我凌晨被 FGNC 弄爆笑，真的，因为我昨天就是，因为我没有后来没有哦 ，IG 他有 po IG 我知道，然后但因为我没有看完这样子，我那个是啥都不知道。你说 VTuber 吗？还是 FGNC 就是一家宠。如果你要看 FGNC 的话，你就去一家的 IG 看就有。你可以做断线宝宝的 VP， 你说断线宝宝的 VP 吗？哦，一家那个，对 ，FGNC， 你可以去听他介绍，他的 IG， 断线宝宝 VP。哎，说到 VP， 大家有追 VP 吗 ？VP，VTuber，VP， 为什么一直念 VP 呀 ？VP。是 Hello 大香山，大香山 Hello 塔瓦哥，
他说我跟之前的最喜欢的熊妹，你最呆死的熊妹，呆死，我在追你。哦，你在追我，很撩很撩哦。只看过绒绒鼠，绒绒鼠，绒绒鼠是什么？绒绒鼠，熊妹 MVP 就叫熊妮啊，熊妮啊，我不要叫熊妮啊 ，no。我不要叫熊妮啊，虽然很可爱，但很不熊妹的 style， 你知道吗？他在说废话，就是熊妹推啊。对啊，你看你熊妹推，没有你不是熊妹推，我会不会被打怕？不会，来就不。Hello， 补档补出币慕名而来。哎，对了，你知道最近现在已经六月吗？六月九号，然后我们就是七月三号就是日结呢。Oh my god！ 大家知道吗？我今年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你知道？七月三号就是日结，我们剩不到几天了。好可怕哦！宿舍组好像都入坑 VTuber， 对啊，法，我不知道爵哥有没有，因为张法超矮，可是他都是看女生，然后因为哦，因为我是看男生，我没有看女生，而且因为我最近没有什么看，我最近哦，但我明天会看，因为明天会唱歌。明天会唱歌，明天九点会唱歌。我圣诞 T 都买了，都那有熊妹图，我申请季都买了，都那有熊妹图，那有熊妹图。我二十号我决定死掉了，没关系。fighting！ 七月三号什么事？日检，七月三号是要考日检。谁会唱歌 ？VTuber， 一个 VTuber 叫。Uki U K I，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而且我还就是为了 VTuber， 我去就是再把我的 Twitter 恢复，因为我后来就把 Twitter 删掉了。但因为后来入坑他们，我又把我 Twitter 又载回来这样子，因为他们用 Twitter。熊妹要考 N 级 N 五，我希望我那天可以。该吧，对，没断线就考得过，应该不知道，其实我还是很怕。N5，我要考 N2， 准备被电啊 ！N2 哎，不得了不得了，好可怕！图奇、乌奇、乌奇，我都在看游戏。图奇我都在看游戏实况主，N5 哎，而且我最近还在看那个有一个网站叫，我随便打一个阿可物件。有一个网站叫死语 Noding， 这个日文学习，我都会拿这个来学文法哎、欸，因为我觉得我文法比较偏弱吧，就是我还是很多没有搞懂的文法，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败在文法，文法很恐怖啊！我的镜头它在歪了。这是什么歌啊？哦，放心啊，英语在考前一刻才知道考试。不行，我们日检花了1500，我们不能浪费钱。词语制定，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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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其实想想，熊妹只有念英文一年日文就去考英语，算很不错。不是，是要考过才叫不错哎、欸。要考过哎、欸，为什么他突然倒了？他突然重心不稳。要考过才叫不错。但因为我一定要考啊，
不考也不行。谢晋不算轻轻会过啊，不是，就是大家都说 N 五，就是大家比，因为很多网络上人还是什么，都说 N 五实在是非常非常简单，你就只要会五星什么，你就会考过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因为我们学校那个就是可以做模拟试题的，然后做 N 五，你知道吗？就完全，你只要看那个文法就好恐怖哦。就那个文法就真的是很难，我觉得它不是说那么简单就可以考过哎、欸。然后就是被别人，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学日文，大家说 N 五非常简单，这个不需要考，你直接跳 N 四就好。然后我想说，不对啊，明明。因为我就是做那模拟试题，那我看那个文法，我就是你知道，就是看得目傻傻，你知道吗？还以为它变成一个我看得懂的语言呢、欸。我很希望它可以让我就是看得它，我可以看得懂，你知道吗？看得懂那个语言，相信自己不用去理其他人，我没有去，没有理其他人，就是。很怕自己会考不过吧，嗯，好可怕、啊，不知道，我们就那个吧，就这样吧。N 五不简单了，要加油！我 N 五也不及格，果冻对，你看，啊，那你考还是你 N 五不考了，你就考 N 四这样子，直接跳 N 四，这么简单的去考 N 四好了，因为 N。没有傻熊不会的，傻熊不会的，很逗。就不会去担心说我会考不过什么的，所以他不是。而且你就是因为你现在就必须要获得一个日文检定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必须获得，对，必须。没关系，没关系。我的手机已经发烧了，严重大发烧。我这次检定也有鼻子要过，只有过没有不过的选项。加油，我们一起努力考过。Fighting， 各位，我来想一下。最近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因为我这几天都是，其实很多，我觉得这次来高雄就是一个放假度假吧，就是蛮轻松的，轻松自在。然后就是因为刚好我同学就是也毕业了，然后我们刚好就可以一起出去这样子，然后就是。这样几个比较好的朋友一起出去这样子。你有上课迟到吗？没有哎、欸，我没有上课迟到，我都很准时，因为我没有睡着，就不会上课迟到。哎、欸，上课迟到你会点名，会被记旷课，就很麻烦，你知道吗？被记旷课你就要想理由，比如说什么网路断网之类的。有去旧同学毕业礼。没有，他们是线上毕业典礼，还有就上课，小妹没有躺着上课，小妹很认真上课好不好？考过小妹就可以去本家出张公园好了，哈、啊、不行 ，no， 考过，看以后就考。没有关系，我们就继续用死语之钉来学文法。我妹现在考完毕业也需要飞三个月。对啊，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哦，例如说推甄是推甄吗？因为他们就是现在要做哦，最近大家都在做备审，就是备审应该已经都截止了吧？对，因为就是一审过，然后就要开始做备审，然后就是等二审这样子。然
然后因为这几天一看我见，就是看我同学好像都是熬夜做那个背审这样子。我觉得我之后很想看一下他们的背审怎么做，可以当做参考资料。Hello， 罗宾 ，Hello。跟着布丁的脚步成为学霸，好像我觉得布丁真的是太厉害了，布丁真的是真学霸，太厉害，好厉害，他怎么可以那么厉害？太厉害！谢谢 T 恤哥啊，小树看好你哦。Hello， 我是你的花朵来的，安妮也是学霸嘛？对，安妮也是学霸，对。布丁都正确了，这样这么厉害呢？正确，好厉害！我们现在真的，因为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的老师都跟我们说，因为我们三年级已经毕业嘛，他说我们下卷已经选个准三年级，因为我们就是也快暑假了嘛，这样子。他说，我知道我们三年级很恐怖哎。就很像你要面临那时候会考国三的时候，那我现在是在高三，然后就是，而且因为我们开学过没多久，就是我们第一次模拟考，你知道，其实就是考，就是分段考，就我的就是比较分数比较稳吧。如果是有全部大科考，就是会记不起来。布丁不是在练习中说语片跟拿单字出来的，我是上次有一次就是跟他一起，然后就看到他带着他的那个学测试题来做这样子。今年年末要休息，还在考虑中这样子。好累，我真的不想读。我们在想着，你知道我最近我把我的那个什么，我的手机的桌面跟主，镇定画面跟主画面，全部画成努力。我的现在一打开我的桌面是努力，三个努力。然后那个，里面那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反正就是很励志的语言，你知道吗？安安昨天还在烦恼上哪一所，对啊，他就还在烦恼他上哪一所大学。我也可以问他，因为他们是考学测，然后我应该是考统测，我觉得我应该会把重心放在统测上，因为学测不是我所学。努力再努力，这样有效没有？这是一个励志语言，你知道吗？你不觉得努力再努力，就是一个你可以加油打开画面，努力再努力的那种感觉。之前考大考，我把桌面全部改成数学公式，数学公式真的不行。数学，我真的数学不行。他应该不会再问，所以我们真的看不懂数学好了。统测那你专一专的不好，对啊，而且我会跨科考，因为我要跨考三科，对，统测可以问 Mina， 他英文好像蛮好的，对，因为 Mina 英文真的是蛮不错，英文。Mina 其实很会读书，我觉得。生日礼物送你一个五十音 T 恤，我已经会有五十音了，好不好？真的，桌
不塞个十个公式，哎，对你一定超催眠。不行啊，我看到数学公式我就觉得头很痛。跨考比较麻烦，在跨考就是多考会计、经济这样子，这两科直接接手机。但是我觉得，你知道现在就是缺一个努力的动力，你知道吗？粉丝寄一堆数学练习给我，明天我要寄数学练习给我，我也觉得头很痛。你今天生日，你今年生日替要设计一个杀熊。你今天生日替要设计一个杀熊再学五十音吗？哎，再学五十音好像不错哎，可是我要画出来那个一直一个熊，然后一直五十音，五十音啊，以为哦啊，我知道就是用那个什么那种什么对话框那种概念啊，好像蛮不错。一想到功课，从没就没什么精神，不是？没有，我现在最近正在烦恼。我刚才熊妹其实也是有烦恼，看到第一次模拟考成绩就有动力了，是吗？看到第一次模考成绩，那跟我妈送你一车跑步哎、欸欸，如果他真的有人送我一车跑步，我告诉我超有动力的。啊，你可以问我白板一只熊在写五十，哦，你说一个熊老师在写五十，好像蛮不错的概念，还是可以学习学习的熊妹正在写五十。熊老师上线，熊 T 恤在教五十音，好像这是最近，最近在烦恼的问题。但其实这个其实没什么好烦的，就是你就是，哎，因为我前几天就是就问了我一个同学说要怎么念书，要怎么读书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英文呢，你就是背单字，因为我们英文老师也跟我们说，你就是背单字，你背单字，因为你背单字就是看得懂，看得懂那个选项，然后也看得懂他的对话这样，所以他想英文，他就是想背单字没了。然后嘞，国文就是去找一些什么国学常识那种国文的东西。然后嘞，哎，数学就是这样而已，对，数学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的专一就是商概跟技概，商概其实还可以，技概就是好像就是要读吧，因为技概就是比较偏电脑化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专的就是日文就是现在在学的，没了。谢谢贝贝，谢谢你们送的亲亲。我后面也要认真读了，活动只冲7月、11月的生日会哦。嗯，他挤我们一起，加油，干巴爹！你这个烦恼超可爱的，出社会就完全是残酷现实的世界。谢谢我的烦恼超可爱的，谢谢。英文就背单词，文法就可以很高分。对，就是你要背单词，你背越多就越高分，你知道吗？就是这样，没了。商概有要考吗？有啊，专一啊。我们专一是商概跟技概合在一起。但因为我比较算是念文字的东西，就是念一念我就会知道了，就不是念一念就可以了，因为它就是一个文字上的叙述，它不是要动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日文不是一种是文字上的叙述的概念？就是因为啊，应该是我看不懂他，他也看不懂我。Hello， 族人切换，还有西恩熊妹加油！我们现在正在，这也不是个什么烦恼。哎，我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今天早上有个水泡，一个很小的水泡，然后它现在已经消掉了。就是这里，然后我今天就会时不时去看它。我没有想到我竟然会，我已经很久没有长水泡，它就是一个很小，但有看到一个洞啊，那个洞就是个水泡。这个红红这个，
其实这个是水泡。可以啊，熊妹可以，对。你觉得我们是？你好好念书，我周末去，我周末去球场看球。谢谢你提醒个一下。我以为那是文书的，他不是。好，来熊妹来念一下我们今天的排行榜吧。耶、yeah! ！今天有种自拍角度。哦，切切切切。哦，现在念榜，我们今天从第五名念。我们的手机严重大发烧，然后第四名是水锤，谢谢水锤。第三名是福福猫，谢谢福福猫。然后第二名是洛璃，谢谢洛璃。第一名是 boss， 谢谢 boss， 谢谢大家。库马讲欧卡雷桑吗？大家辛苦了，好快，我才刚进来。对啊，我们刚才直播，要准备下播了。谢谢 ，No Baga 库马，合照会见。欧卡雷桑吗？欧卡雷桑吗？我要死你！哎，熊妹都看得懂哎我，耶！大家晚安，辛苦大家了，大家一起加油吧 ，fighting！ 拜拜。